今天教你动漫里神奇的指尖转硬币是怎么做到的。首先把一枚普通的硬币放在指尖上，在松开的瞬间迅速的把它吹旋转，奇迹就这么发生了。我们可以检查一下，这枚硬币是普通的硬币，非常的正常，手指上也没有任何的机关，这是怎么做到的呢？现在马上给大家教学一下。首先准备几枚普通的硬币或者游戏币。好，这个流通的硬币不能用，游戏币或者这个已经不流通的硬币。游戏币太硬了，我们拿这个比较软的硬币，在硬币的侧边打一个小洞，然后找一根铁丝插在硬币里面，硬币就可以旋转了。再找一个美甲用的指甲贴，修剪成适合的大小，把铁丝用双面胶粘在指甲上，把硬币插在铁丝上，这个魔术道具就做好了。松开手吹吹，它就旋转起来了。在抛起来之后，注意不要给观众看到这个小洞，另外一只手在镜头外顺手把指甲贴给弄掉，奇迹就发生了。你学会了吗？